他那个跟要查你们什么？这么大规模的爆破在城市中心区实施爆破除了要保证它的导弹效果之外，还要对爆破所产生的有害效应进行严格的控制。它倒塌的这个效果，是非常的这个理想。那么同时，对周边的影响，周边有轻轨，有一些市政的设施，都无疑受到损坏，这个对周边没有造成任何的这个影响。